本人是怎么清理厕所的。我发现厕所在日本人心目中地位真的挺高的，曾经还有个在日本特别火的网红歌曲叫做厕所里的女神，也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。今天我就来介绍几款日本人常用的清洁神器，大家平时在家清理完马桶，看见刷子一直在滴水的时候，心里有没有一种特别烦躁的感觉？今天给大家介绍的这款产品就是可以解放双手的懒人神器，这是日本小林制药生产的马桶洗净中粉末状，平时出门上班或者睡觉前打开一袋，倒进马桶底部的积水线处以后，慢慢的就会变成很多泡沫，然后开着坐便盖等待30分钟到一个小时，回来以后只需要轻轻一冲，马桶里面的黑斑和黄渍就会变得特别干净了，全程也不需要弯腰去刷，真的是既省时又省力啊，感觉还挺适合像我这样经常找理由不打扫卫生间的懒人。这个产品里面还含有抗菌的成分，抗菌的效果也是挺好的，之后也可以在马桶的内侧按几个小花，这样下次用的时候不但闻不到臭味，还会散发出一种清香的味道。最后也可以摆一个消臭源到窗台上，这样每天早上大家上卫生间时，是不是感觉心情会变得特别好，上班的状态都会变得不一样了。这几款商品真的特别好用，大家可以先点赞收藏一下，别等以后用的时候该找不到了。